难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，笨蛋闪电猫，哗啦啦不动就会下岗。嗯，没水了？不对，这哪来的？奇怪，我花洒呢？嗯，艾儿，怎么回事？突然没水了。喵，这是停水了吧？不，停水会提前通知，而且小镇也出现了怪事。这怎么都在浇水呀、啊？看吧，我就是没水了。机器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。时间，凯奇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嘿嘿，突然没水，我这澡才洗到一半呢。快去洗手间把它弄好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真是的，这次关键时刻发生在1096年中国北宋时期的广州。当时途经广州的大文豪苏东坡，发现百姓们的饮用水质量很差，并想出了自来水系统。通过架设管道，将山上的泉水运到城里供大家使用。戈壁，戈壁的，对，事关重大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凯奇，你好了没有啊？来了来了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发心不可乱。晶晶，有镜子吗？找臭美啊！赶紧出发呀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时间飞船，提去变形。根据分析，这里的水碱度超标，不适合饮用。隔壁的，得赶紧找到东坡先生。你们要找苏大人，我早上看见他带着一群人上不见山了。不见山？哦，好，谢谢，我们走吧。苏大人，您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啊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接上吧。是。接好了，苏大人。嗯。看，这样有水流出，就说明这些主管没有堵塞。哦，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出问题的位置。是的，有了这管道，泉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。真棒！谢谢苏大人。太好了。痕迹不准现。啊，你这柠檬精为什么要搞破坏？想知道、来凑过来，那就是命令。柠檬翻转合体。逆转光枪，凡人，没事了，东坡先生。啊，诸位少侠士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奇趣特工队吧，您先回避一下。嗯，有劳了。开招，从天火箭。
拳。我躲。哎嘿，火箭拳归我喽。怪柠檬，快还回来。好啊，给你。根据分析，我们的攻击都会被变成画符笑掉。可得，得没得？你哥，你哥哥，哥哥！对，这么多，本喵看你还怎么变！可得！快！我懂了，怪柠檬会被自己的画打到。画？好，那就简单多了。光镜追踪，不急，被发现了。这小人话挺有意思的。最后一笔完成，嘿嘿，声东击西大作战成功。去吧，五彩大炮。
谢谢。哎，再见。谢谢。东坡大叔，如果你活在我们时代，那国漫就直接起飞了呀。好了，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太好了，青椒博士。怎么了？有件事很重要，而且要绝对保密。你冷静，慢慢说。我们需要你帮忙做出一样东西。